多谢陶大夫救命之恩，谢谢陶瑶姑娘，多谢。 见过夫人，都在里头。。一号不用。 3号不要，4号不要，怎么看不到？看不到我几时翘辫子？夫人。 白腰普云。 敖，食王者，能断人死食；得人行者，皆为貌美之女，称敖姬。你是何人？这是哪儿啊？ 难道是婚房？ 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！女施主，你醒醒！女施主，不用，总算盼到您了。 什么？接下来就全靠您了。靠我？你们要我为新婚夫妇念经？嗯，那是要我做仆人。嗯，那难道是要拿我做婚礼的祭品？哈哈哈哈哈！姑爷可真会说笑。啊，姑爷。嗯。啊。 山海小姐的幸福就靠您来成全了。上海，嗯，姑爷对这新娘子可还满意？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施主莫要开我玩笑，一定是弄错了。没错，没错，姑爷，我家夫人找的就是您。啊，不不不，我一出家人。 这是哪儿啊？哎，关我们的房子呢？难道是天水镇的集市？集市？张氏布铺，王家书画。
没错，这是面人留的摊儿，他前面就是。可这一个人都没有。若琳。等等，山海，你去哪儿啊？山海，我们得快点离开这儿。这是，这里是我和若琳念书的地方。若琳，他一定在这儿。等等，你打的？嗯。你这是要打死他吗？可还是打不醒，你看他的手。哎，我总觉得不太对，只好先捆了那婆子。好一招合婚之术啊！既然是懂行的，那就该知道，要是我出了问题，他们也没好果子吃，还不快松绑！温夫人，这就是你替女儿办的婚礼？这是唯一能让山海幸福的方法。幸福？好端端的女孩子，被你关在地下室，暗无天日，日渐消瘦，真的幸福吗？我娘说，且不谈若琳只有半年寿命，即便她长命百岁，最后也会因为我是妖怪而抛弃我，那样我只会更痛苦。但是这种事情谁也说不准啊。你不是问我那天晚上我娘和我说了什么吗？什么？她说我爹也是人类。人类？你看。那是云都寺，是我爹出家的地方。我出生没多久，我爹就离开了我们。我娘想问清原委，却无法突破寺庙的结界，只能抱着我冒雪在寺外跪了七天，最后只等来一张纸，上面写着人妖殊途，缘尽于此。我娘觉得全因他是妖怪，我爹才会狠心离开，所以他无论如何都想让我变成人。只有那样，他才不会重蹈我的覆辙，才有资格和心上人厮守一生。这一切都是为了山海好，而你怎么就不能理解呢？放开我，放开我，我必须要让山海变成人。万夫人，你也是妖怪，怎会不知妖怪只能修为人形，无法真正成人？我若有外力促成，也不是不可能。极境之魂加上我老婆子的赤玄绳，山海小姐为人之时指日可待啊。极境之魂，小和尚吗？没错，出家男童，六根清净，与小姐心脉相连，便可清洗妖魂了。当然一个小和尚是不够的，多亏秦管家四处搜罗，我们才能走到今日啊。那还真是辛苦你们了。
过有一点，你们失算了。失算？我家磨牙可不是普通的小和尚，我若离开，他会很失落吧。少海，你怎么了？这个地方，你不存在了，快醒醒啊！想想你娘、你爹、若琳，还有其他小和尚啊！阿弥陀佛，这下完了！啊！